56岁张学友和漂亮妻子近照曝光，陈奕迅曾对他下跪，震惊众人。今天要来说说关于56岁张学友和漂亮妻子近照曝光，陈奕迅曾对他下跪，震惊众人的事。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有多了解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很多人都认识他，他是四大天王之一，是唱歌中最有实力的那位，但是他却一直很低调，从来不依靠绯闻和炒作出现在公众视野。他就是张学友，一个一生只专注唱歌的歌手。他的歌让很多70、80后不能忘怀，那是青春的记忆。如今的歌神已老，张学友很少再出新歌，但是他对音乐的热情却一直很高涨，经常会与粉丝们互动。他和妻子罗美薇一直很恩爱，两人低调而幸福。陈奕迅，香港著名歌手，说他是现在最火的男歌手也不为过，但是他也是张学友的粉丝，在大家眼里被称为歌神的他，遇到张学友后激动不已，就像一个粉丝得到了偶像的恩宠般，有一次更是当面下跪。张学友和妻子罗美薇相识20几年，在1996年，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那时候的张学友就已经很有名气了，追求者无数，但是在张学友眼中，只有罗美薇一人。相爱几十年，现在的他们感情依旧很好。张学友虽然在娱乐圈很受追捧，粉丝无数，但是却能够洁身自好，这点确实很让人佩服。陈奕迅和张学友是多年的好友，在陈奕迅眼中，张学友更像是他的老师。张学友大陈奕迅不少，但是两人常在一起交流音乐。内地演员刘涛也是张学友的粉丝，他参加的综艺节目《跨界歌王》更是拿到了冠军，很了不起。小时候的张学友并不是一个很专业的歌手，只是他对音乐很感兴趣，但从没有想过要靠唱歌生活。幸运的是，在一次业余歌手大赛中，他凭借不错的声音夺得了冠军。这次比赛让张学友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是否要走音乐这条路。后来张学友被很多公司赏识，加上他独特的声音和迷人的长相，刚出道就收获了不少粉丝。他的很多歌曲都成为了经典，像《吻别》《遥远的他》这些歌词我们都能倒注碑。真正的歌手从那种气质上就能看出来，毫无疑问张学友才是大家都公认的歌手，你们认同吗？